我在后面有一种耳朵怀孕，然后在后面待产。你可以讲到这么露骨吗？第一次听到待产，听到助产型歌手就对了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相信真的就是听到这样子这么疗愈性的歌声呢，而且她是创作才女。刚才两首歌曲都是你创作的吗？词曲不是，不是。嗨，这个作词刚好一讲就不是。我谁？等一下唱，等一下唱，等一下会唱。我刚刚唱了第一首歌，其实是我老板跟另外一位女歌手叫99 Sophie Chen 一起写的歌。哦。然后挚爱的话，就是我写主歌，然后另外一位 rapper 饶舌歌手他写的副歌这样。你好像跟很多人合作，听说最近还有跟高尔宣合作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应该是去年，去年的事。其实一段时间的东西之前跟不同的艺人呐、啊，不管是明星、艺人、歌手这样合作，好像现在的一个潮流哈，新出来的人跟一些前辈一起合作，推出一些新的作品，是错，没错。那最近的火花，最近好像刚忙完，有些忙完什么样的计划呢？最近吗？对对对，我大概四月的，我们往前一点点好，这个。干冰跟风吹得过来，看得很模糊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跟大家挥挥手，挥挥手。嗨，胡伟，大家你们好。风有一点大，那个脸都要自己拨出来，怕人家刚刚那个之前也搞不清到底谁到底是谁，因为那个风这样子就是。对啊，就是我一直在吃头发，我就想说啊，我觉得每个人今天上来都是很潇洒的一个状态，头发吹的，哎、欸，发质不好，马上就看破手脚，你知道吗？呀、yeah, ，我发质超差的。对对，前阵子刚忙完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样。我们刚出完我的个人首张专辑《Am I Who I Am》，然后9月10日刚办完一场个人的演唱会，售票演唱会。Yes。自己的第一场售票演唱会办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就是、因为我觉得办完之后是更多的动力啊，更多动力想要往前走，然后希望自己赶快再变更强，赶快再变更强，想要更强。那时候是场地在什么样的地方？哦，台北 Legacy， 哎、欸，那已经很大了，现场应该有个千人的场地了。有。首场演唱会，哎、欸，我脱口秀最多也就才办那个300人、500人的场地，你可以办1000人的，棒，很羡慕、欸。我生日 party， 我邀我朋友大概五六个人，5000人，而且我都没有生日 party、欸。你生日 party？ 你生日 party 请新月来唱歌的话，我跟你讲，1000多人，有可能的，这好像可以哦，这样子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我生日 party 1000多个人，热闹热闹。然后重点都不要讲为什么。没有，那时候1000多人，其实我们也是卖到吐血、啊，就是很努力想要拉。我相信所有的人在一开始在开始迈进的过程当中，这是一个过程啦，尤其是卖票，大家呢可能看森林之王以外，有些人看网络看电视不一定会进场买票看演出，但进场才可以听得到那个近距离的渲染力很强的感觉。对，就是现场音乐的魅力之处啦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？有计划说什么时候要再往上走，例如说2000人的场地、3000人的场地？接下来的计划吗？我觉得我对于舞台是还好，但是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写歌新作品，对，希望有新作品，持续都有在创作当中，对，持续有在创作，然后、其实已经有一首创作，现在已经录完音了，然后就是制作人正在想办法的，尽量把它伸出来，然后可能1月就会有 MV 出来，催生中，没有，你的话题都跟生育有一点关系啊，没有啦，就是想就是很好听，然后就很多就是也会期待，哎，还有什么样，还会有什么样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像创作人他会觉得，哎，我要怎样灵感，然后做一些。其实我觉得粉丝也会，就会很期待，哇，我们今天的偶像他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突破，什么样的一个风格。对，好，所以是2021年1月会跟大家见面这样子，可能。好，那希望成为我们2021年呢见识到第一个美妙的事物。那既然今天这边人这么多，我们大家要不要来拍一张大合照？必须来拍一张大合照。好，来，你们都下去拍吗？哦，你要下去拍吗？也我看一下，你觉得 OK 吗？看一下他的位置。我怕说下去的话，会不会人会被埋没下来？在中间啊，那上面很多麦架，我帮你稍微移一下位置。来来来。好，各位，星月要跟你们拍照。等一下，上传到粉丝页嘛？对，到 IG。虽然说是戴着口罩，但请拿出你们热切的眼神哈。来，一起，我们后退，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让现场呢就是星月跟他的。来看看谁手没有举起来哈，等一下你配合他。这个时候开始补妆了哈，补眼妆的很多人。腿伸开好了。站起来啊、哦！我们从上面往下拍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是我站起来，还是他们站起来？我心愿站起来，我坐下。
阿珍，你要粉丝观众站起来吗？对对，他这样子。哦，我站起来，我站起来，我站站着，让他站着，就站着好了。不要被我挡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拍两张，一张从台上拍，一张我们在台下一起拍，好吗？啊、哦，来来来，先拍一个台上的， okay. 所以很后面的我们都拍得进去，然后再拍一张。手帮我挥高高，看一下镜头，耶！我们手借给心耶，来拍张。来，都放下。二三，耶！好，我们接下来让你下凡，下凡，我们到人间靠近人群的部分。哎、欸，啊！如果仙女靠近你们，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星月来了，星月来了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我护送她一下，我在这边护送她一下。来来来，好、哦、啊，这边跟动物园一样哦，请勿越过栏杆拍打动物。好，来，准备啊、哦！看这边，看一下我们摄影机，准备一，哎、欸，那口罩戴好哈，万一照片流出去，我们会出事情。好，来来一。二三耶、yeah! ！好，谢谢。换他这一台，好，再台，来来来，来准备哦，一、二、三，耶、yeah! ！好，谢谢。哎，心月小心，心月小心哈。他们配合度都很高。哦，小心小心，才讲这要小心、欸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文英也是用这一招。杀光很多底片，你们是有讲好就对，今天都要在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个鞋子哈、靴子都太高了，下去很容易不小心会没走好自己脚步。还好吧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OK OK。因为你穿短裙，如果 OK 的话，很明显会马上浮出来，所以小心一点点哈。我们要呵护一下我们的创作才女。那心月等一下要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？待会是先来一首歌叫《社会败类》。社会败类。你们干嘛那么有感觉？各位耳熟能详，败类呀！什么平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社会败类，败类败类，来炸这样子。其实我跟我写我自己的啊，写自己，我写自己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蛮讨厌我自己的时候写的，我、哦、就觉得我处事很不会、啊，很不会对人这样子。也许是在这个自己的心境当中，你会找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些共鸣，有时候会讨厌自己的时刻，对，把它唱出来，把这个感染力去疗愈大家。好吗？好，是一种发泄。好，那现在社会败类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陈星月带来的社会败类。血色的口唇唇语走，黑色的念头用微笑来带过，洁白的面孔是虚有。隐藏的感受在牺牲了欲火，千方百计让自爱上我，自以为单纯内心却复杂，错综离合太靠近于掌纹着，爱这个词是为了控制，将感情碎成一场歌，爱到浓厚的黑，我爱过也曾恨过自己的一切，也想过断了这世界，想逃走，让我做一个社会败类、yeah, yeah, yeah, 社会败类、yeah, yeah, yeah, 社会败类。很多人都有覆盖的面孔，恨自己太丑，是阅历不同，煎熬自己墨色的念头，疏乱无过，就是不知否。很多人都有覆盖的面孔，恨自己太丑，是阅历不同，煎熬自己才能继续往前走。也想过断了这世界，但我不能只做一个社会败类，败类，社会败类，
的口穿上雨走，黑色的念头用伪装来带过，洁白的面孔不再有，控制的欲火就无法控制我。社会败类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我忘记我是一条有线的麦克风，所以我走下去带着他们的线下来，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走不动了。OK， cool， 等我一下哦。